其实我们就观想自己的心的时候，有一个最好的比喻，最好的窍诀，用虚空来观察。全智门朋友们就有一个教言，这次他跟南卡呢，第八人的人格是牛人白羊动不动，就意思是什么呢？就在这个时候呢，就观察自己的心，观察自己的心，正在起心动念呢，也是在空着的，就像前面的虚空一样。表面上看来，这是一个很简单的，就心正在起心动念的时候，你观察它。它就是和前面的虚空一样空着，这个看起来很简单的，但是确实最好你不要忘记。